为着要防止疫情摊开，伫彰化菜市啊，就推出外送服务，和民众唔免出门也会当买菜。用手机扫 QR code， 或者是留联络方式，然后酒精消毒，才会当入去市场内。即阵国内疫情严重，传统市场为着防疫也实施实名制，但是市内人来来去去，加上出入口多，落实防疫困难度高。彰化都有公有市场设外送服务，用手机通信 App、Line 落订，新鲜食材直接送去厝内。一般消费者变成来传统市场，就直接希望采购货物之后生鲜货物回家自己煮这样子，所以目前有参与这个电商平台的摊商，他的订单数量基本上都有在成长这样子。我看啊，等下就差不多要上五张啊，嘿，啊，我有差不多五六个客数啊。因为疫情关系，未少餐厅休困，民众减少出门，市场内的肉店、小食摊生意也差真多。即阵配合外送服务，对收入加减有帮助。哦，大卖足可怜的呢，嘿，大卖哦，拢无人做呢，拢只有干老做。一寡人客拢较唔敢出来啦，嘿，所以讲生意差一半以上，怕疫情的关系吼，所以说大部分有的都选择那个外送的比较多。一袋一袋整理好势，有菜色、海产加肉类等等，准备将新鲜食材送去给人客。在疫情期间，除了市场改变买卖方式，有侪侪农会、农民、超市撒出网络落订服务，减少人客人的机会，同时也会当扩展更加多元的销售通路。记者杨淑晴，彰化报道。